现在呢是来到了柬埔寨的其中一个小市镇啦。那这边呢距离今天呢还有大概70公里啦。好，然后给你们看哦，它的路哦，除了中间这个大马路是柏油路之外哦，它旁边全部呢这边都是砂石路来的。然后呢我又不能骑去这个中间的这个柏油路哦，因为它的柏油路那边呢很多很多的那个大萝莉啊，大萝莉一经过呢，基本上呢，我的脚车呢是没有微闪的啊，那所以我只好骑进来这些啊砂石路了。我在柬埔寨的这几天呢，我都不知道试了多少的沙啊，哦，真的是很够力，很够力啊。那我现在只希望呢，快一点骑到金边，然后去 check in 我的行李了。我今晚呢是在那边租了一间青旅了，哦，那我这么感觉上这一趟我的柬埔寨这里跟我的6年前的有一点点的落差，我感觉6年前的那一趟柬埔寨这里呢，好像比较美好一点点呢，哦，那可能是靠海的路线它的路段比较糟糕一点吧。这边是他们镇上的一些巴萨了，哦，这边整条路哦，全部都是萝莉道啊，哦，非常非常的糟糕啊，这边的环境不是很适合骑车啦，如果你问我的话